往生不能靠人，靠人靠不住啊。现在就连助念都不保险了。啊，助念的人说他心不清净，他很着急，哎呀，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啊？听说往生头上发热，这一会摸一下，一会摸一下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烦不烦恼？啊，那个助念的人要清净平等，你说助念有功德了，心浮气躁了，助念，我相信那个磁场不是往生人所希望的。啊，心浮气躁这种磁场是极不稳定啊。在那个磁场里，他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呢？这些道理你总得要懂。啊，万事总不离理，你把理掌握到。啊，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都常常劝人，人在临终帮他助念，不要碰他，让他非常安详地走，这个对。啊，甚至于祖师提出来至少断气之后8个小时。啊，可是最安全的呢12个小时。啊，那最好的呢是14个小时。啊，这是判断大概走了。身世离开了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？是不是真往生？有两个最可靠的信息。第一个，他临走的时候还没断气，见到佛来接引，告诉身边大众，佛来接我去了，我走了，这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你真心要求他托梦给你，他如果真往生了，他就有能力托梦给你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要没有托梦给你，那就没去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感应道教。不可思议啊，我们求他托梦，这是感呢，他就有因。啊，虽然没有因，他走得很好，走得很安详。啊，走得很庄严，肯定他不堕三恶道。这是靠得住的啊，这个没问题啊，所以要依经教啊，要以祖师大德这种这个开示啊来做参考啊。实在说走的人有没有往生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这一生自己能不能往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他到极乐世界，我往生不就见到了吗？
啊，我们看慧远大师的传记。啊，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看到莲舍，比他早往生的人，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一起来迎接他，都见面了。那没有往生就不在呀，这有往生的人都在呀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要求的是这个，不求别的，绝不扰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这是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不要以为我送了好多人，我有好多功德，你还在贪念功德，贪心还没断。啊，名利没放下，傲慢没放下，啊，一生的烦恼习气，这个都是自己麻烦的地方。不能不知道。